在银行业竞争激烈的今天，电话银行服务质量也越来越成为消费者重视的环节。然而呢，很多读者抱怨电话银行人工服务输入程序繁琐，待机时间太久。有网友甚至调侃，一夜爆红的歌手黄绮珊唱的《等待》让人痛心，个别电话银行人工服务的等待是让人揪心。记者以咨询普通个人业务为目的呢，在昨日下午2点到5点之间，先后啊拨打了杭州20家主要的中资银行的电话银行，包括工行、中行、建行、农行、交行、招行、浦发、广发、光大、平安、民生、兴业、华夏、中信、浙商、杭州银行、北京银行、南京银行、上海银行、宁波银行。对其人工服务是进行了调查统计，那么结果显示，拨打各家银行接通人工服务的等待时间呢，绝大多数银行啊都在1分钟至1分30秒左右。那么其中最快接通人工服务的建行所用时间为43秒，最慢的兴业银行则超过了2分钟。